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旅行兔兔，我是尼克爸。我现在测试的是 iPhone 12配上 Filmic 这个软体， iPhone 12 mini 配上 Filmic 这个软体。那我现在呢，它内部有一个设定，就是设定录音的方向是前方，我不知道前方是哪一方啊，反正先试试看。我们再等一下再回去听看看，设定前方听到的声音是怎样。好，就这样咯。